半夜出家，爱同夜外独个乡下村讨厌的老婆，没想到爱发现讨厌青岛地方都有搭，客家游山反金条中，也是爱用旧记得的好客家气。你在对哪位来？我本庄的啊，新年不用了，地腿被转来了。你都做得参加客家文化节。第168年。去一摆参加爱心计程车专项探医服务，韩国老国泰计程车队合作提供探医服务。老大爱讲下汉语游山环境识别标志，色彩很特新。哎，有样哦，哎。爱同爷爷转到老屋。一看到阿公用汉语热情地迎接爱豆，熟悉的客家口音，不爱感受到在屋下的受暖。吃饭了，吃饭煮好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来来进来，上进来上。懂得。一块好体面诶。有样啊，模样啊，厉害哟。有啥个模样？有啊，有啊，第一名。系啊，哦，哎呦，吃饭咯！哦哦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姐姐吃饭，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阿婆哦，煮东东好吃嘞，我让你吃了，来来来来。哦，要来要来，东海市嘞，吹不落嘞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哇哇哇，哎，朝天，哦，按澎湃嘞，嗯，来吃饭吃饭吃饭，快吃，来。莫说阿咸，说下糖豆诶。系啲啦，系啦，来试菜试菜，来试菜。试菜，当好。阿公阿婆为咗爱豆准备做澎湃嘅菜，我以后说下去，给叔叔嘅秘书，老太家用汉语打最鼓，就像转到西欧嘅世界嘅感受。真会讲下呢。食过饭后，爷爷批点阿公的语言糖果糕，唱起你们，坐在爷公客家话的语言之故，就亲切地用汉语听诉爷爷。去年先生没系用汉语讲检查报告本阿公汤，本爷头业务行业都感受到非常安心。桃园市自1806年开始，就将汉语父母父母感染语言荼毒的评审指标。一下桃园总共有35件评言，都在提供汉语服务。老大爱讲下汉语游山环境标志，营造汉语无障碍的平原空间。阿爸带领大家来顺头街观光工厂散步。哎，阿公，石头，你看嘛嘞？哎呀，有样嘞，我导航嘞。没想到用手机的摄像头可，就做在打开汉语托乱内通，小街贵间工厂。原来桃园市已经老5间观光工厂合作设置汉语托乱内通。爱豆一片糖豆熟食的汉语，一片参观工厂，按奉片的服务色彩很赞的。六，航海故事图，能够配置西班牙，它是中国最发明的，这边。
得爱到的顺头的寺庙祈求一无憾人身体健康。慢点啊，慢点啊！哇哇，你有买多东西呢？行义寺庙，求度到庙逢人缘有憾人，老爱得讲参拜顺喜。算古迹的啦，哈、哦，也两多了哈229年。本汉人服务千年人间，万代都有。原来桃源寺已经的尊纳、神佛、用脉、观音、龙潭、海海，总共22间寺庙，提供汉人子孙服务。本爱就感受到桃源寺营造汉人友善环境的用心呢。沙丁阿公公爱去游客两千，爱到秋皮丁阿公去，爱发现柜台都搭顶，爱讲下汉人友善环境十篇票子，桃源寺内67间游客，总共178位汉人服务人员。都做得随时用汉语老人充服务，每到一个地方，都做得谈到熟悉的客家，唔但请本爱重新认识嘅考验，每本爱很卡期待下一辈嘅好客家期。假期结束了，爱同游嘅初点桃源七院准备离开，没想到桃源七院全线查询。都有汉语公布内通的服务。航下站 ，Airport Terminal 2 Station， 机场第二航下站，机场第二航下站。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也几年来，不但将做到没做好，汉语产生老推广，打造出众多汉语友善环境。本爱豆做的用汉语沟通，莫宠爱。